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叔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 FC 平台的经典 ARPG 游戏，《魔神英雄传外传》。那这部作品呢，大叔小时候是看过动画片的啊。像这个主人公呢，就是画面上的这个人是瓦塔诺，然后一起冒险的还有一个西米狗。这个机器人应该叫龙神丸啊。来，咱们试试进入游戏啊。选一个记录，好，这个。哎呀，现在看来汉化版是那个扩容字库了啊，因为已经能够输入汉字了啊。到时候小时候玩是不能的。然后呢？啊，对。这个拼音还要学好呵呵。那书在哪里？啊，在这儿。好，名字取完。啊，这样就可以到游戏里去占便宜了。序幕。坏人在追这个瓦塔诺。一、二、三。四是死胡同吗？废话，四面都堵严实了啊。那他被抓走了啊。我在树林后边看呢。哦，这个是龙神丸啊。他们要对付这个 boss 叫道古达，有点像火焰文章776里的那个山贼领袖啊。拯救创界山的机会啊，这个地方叫创界山。你愿意和我一起作战吗？不愿意，我尿急。哎，啊，他变成话痨了，那只能接受哈。拜托了，哎，谢谢。咱们看看啊，只有一把短剑，咱们的物品现在也没有魔法。看看啊。攻击6防御6加强度3。连个盾都没有啊。进这个小房子看看。禁止通行的住家。我记得这个游戏啊是有 bug 的，就是切换一下装备还是怎么，你就可以穿人。好，来到了一个村子。请你一定恢复创界山中二山阶的和平。中二山，这个词这么早就有了吗？中二，南边的泉，守护在那里的是沙比先生啊，好名字啊。这个名字，我说怎么这么中二啊，沙比先生。这我实在不知道是汉化者恶搞啊，还是这游戏就它就这个风格啊。两只夏普出现啊。夏普出，那咱们砸碎它吧。两点经验值和六金币。哦，一只是一点经验值和三金币呗。啊，进去看看。有六金币啊，咱们钱好少啊。宝箱里装有红药，这个呢？宝箱里装有甜白菜。咱们先去左边那看看啊。左边这两个就应该是他说的那个小煤炭。四金币，哇，这个穷啊！这个一只就两金币啊。哎，又是夏普。虽然是 FC 平台的游戏，但是感觉这个手感还是不错的。当时觉得这些游戏风格好特殊啊。
维金顿。这维金顿这名字，可能是两个内存的那个组合啊，微刚和金士顿。啊，这个宝箱，发现了宝箱，宝箱121GB，哇，好有钱。瓦塔诺吗？太晚了，刚才被带走了。如果你要去追，那就把这个莎莎比的魔法书带上吧。这就是莎莎比啊。哦，学会了火魔法啊，那还不错。137，哎，这什么鬼？飞鱼，我是不是应该去那个村子去看看有没有商店了？因为我现在比较有钱了。嘿，飞鱼啊，看看四经验和哎，飞鱼也好穷啊。啊，那上边就应该是瓦塔诺被抓走的那个地方啊，根据咱们这个地理位置看的。二经验和六经验，哎，我什么时候升级啊？这个看一下啊，摁什么呀？摁什么呀？看啊，那这个差不多了。我一共才13滴血啊，这个不是很富裕啊。啊，查看这个，663经验14，那哎，这有对话速度啊，咱们调快一点啊，这样游戏节奏会快一点。帐篷，这就是个帐篷啊，有没有道具店？没有买东西，看看这个啊，来，这个是，你要买什么买？军刀100，元气草，好，买了两个元气草啊。然后咱们把这个装备上，应该买了把刀，攻击力是几啊？这个是9，变成9了。那我这把短剑不要了。这甜白菜是不是加什么树脂的呀？咱们用一下吧。咱们用一下吧，咱们吃了啊，智力加1啊，那好，那走吧，咱们继续前进啊。9滴血，挂不了吧？刚才被咬一口，竟然掉了4滴血啊！砍一刀，现在8滴血了。哎，这把剑长啊，升级了。体力增加10，魔法增加7，强度提高2，速度提高2，智慧提高1。它强度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指的是攻击力，攻击力11了。哦，加血的。它让我往北走啊，咱们恐怕要穿过这儿，然后往北走，因为其他地方已经走过了。哦，一刀啊，咳咳，我要打10个了，现在哎，想过去的话就拿出1000金币来。哎，这钉子户啊，这个，对，北边还有一个不让过的啊，北边还有一个不让过。游戏钉子户好多啊，而且他们站的是国道，好吧，不过这儿过不了关啊。啊，对。
我遵照莎莎比先生的命令，不能让长得像你的人通过。哦，莎莎比先生，有功夫被揍他啊！啊，太讨厌了！啊，一刀一个，哎，哦，这个伤害还是会浮动的，这个神奇啊！哇，这地图的切换方式好特别啊！啊，鱼。下次试试跳着打他啊！哇、哦，这地图就哎，这有个人，铁面怪。哎呦，他们会拿扳手打我啊！打一下也是四滴血。啊，我发现我没有盾啊。这位小哥哥，你去哪儿？就是阴盾那家伙吗？从这里往右走了。这是个小弟弟啊，不能吧？一脸络腮胡子，好吧？哎呦，疼疼！跳着打有点冒险啊。四。六金币、哦，那有个村子，哎，这也有一个，先去这儿吧。有没有卖盾的？关键是，地下宫殿里魔神赛德刚出没着，真难办。地下宫殿怎么着？小旅店啊，费用20，我去，好贵啊！我要打十仗才能把这个钱赚回来啊！距离下次升级，通行证啊，那个长老发通行证，就这长老啊。道具住家，所以你老头干嘛去了？小型150吧，我买不起啊。150，我先去赚点钱吧。哎，这也有个道具店啊！哦，可能要等他父亲回来。刚才右边有一个地方能去啊，咱们去看看吧。哎，这货不就是魏金盾吗？哎。哎呀，踹人屁股上了。这个很多，为什么我碰他我会受伤啊？这，哎呦，好快。蘑菇。哦，这有个王国。在那边看我还以为是个小村，哎，这里是彩虹之国，自从魏金盾来了之后，凡是不是商人的一律不准进入。哦，来这儿需要那个通行证，通行证需要那个村长发给你，
村长发给你通行证的前提是，是你能够击败那个地下宫殿的什么东西。看来咱们要先去西北方向。那咱们先要赚足170块钱啊，我要先买一个盾，然后再睡一觉，然后才能出发。啊，又升级了。129块钱现在。129。哎，什么鬼？突变种。哎呦，攻击力还挺高的啊。这已经不能说是攻击力了，我碰着谁都掉血啊。这龙神丸太脆了。哎，又出现了。啊，四刀现在砍他。哇，有点远啊。哦，在那儿。哎，前面有石头挡着。哦，哎呀，哎呦，不好啊，不好。咱们要回村子，我要回村子睡觉啊。元气草是加血的吧？啊，恢复12的才。那咱们要稳一点了啊！哎呦，没砍到他。啊，剩一个就好，对不多了。哎，钱够了啊，钱够了，不错。这样咱们睡一觉，然后买一个盾。走过头了。啊，这样钱还够买一个什么元气草的啊。这个不错。啊，看来这里还是一个存档点啊。那存档还要花钱吗？不科学啊。就是原来的勇者斗恶龙系列啊，存档就到教堂去存就好了。哎，买个小型盾。好。哎，需要来个那个元气草。军刀，来个小型盾。哇，防御力16了啊。啊，那这回我觉得稳了。啊，打听一下消息啊，那块石头怎么办？有没有人告诉我？哦，他是因为那个货运不来，所以才不卖东西。不俩女的吗？她家是开道具店的，可能是。啊，那咱们去消灭那个赛什么德纲。什么消灭德纲啊。老郭躺枪啊。哎呦，你们这么会玩啊。蝴蝶虫，哇，这个经验好多呀。啊，我是应该往上走吧。
我这回有盾了，还怕你们？哦，这有，咱们推推这石头啊。好像可以推，那你推啊。怎么推不动啊？是翻译的问题吗？baby， 哎呦，暴走完。咱们去北边先看看。啊，那这个是。啊，这两个家伙过于讨厌了。啊，这就是德刚的地下宫殿。哎呦，没机没坦，竟然会发射那个，哎呀，两个宝箱，变幻莫测草，112金币，不够啊，我需要1000啊，那，哎呀，我需要1000，那边那。那个货才放我过去啊！升级，哎呀，那我得吃一个元气草了吧？我还吃一个才能加满，我得少点掉血啊！怎么？哎呦！会发射俩，那下回给他两个那个火球。我怎么感觉我绕了一圈啊？哈哈，不错。哎呀，但是咱们还能用4次啊。哎，哦，我以为回去了呢。2层。呀，毒蘑菇，这俩货会跳啊！球形飞鱼啊，它走到这个屏幕边缘才会下来啊，那这个没有压力啊。你能不能再仔细翻翻宝箱，找个元气草之类的？因为没血了。啊，毒蘑菇要这样打，就打不同的敌人，那个方式不太一样。这边没走啊，这边没走，应该是 boss。所以说，咱们先去。哎，这个简单啊，说一嘴。看看啊，哎，宝箱，草药，170，那咱们现在近400块钱。哎呦，啊，刚才两件砍的都是那只啊，他们长得一样，分不清啊。那咱们吃点，我看看。你变幻莫测草就不要吃了，你快打 boss 了，再吃错药。哎，这货上天了啊！什么玩意儿？这就贵了，两发火球就贵了。那跟小兵有什么区别？还上天？逃跑的魔法术，
我逃跑的啊，拖出迷宫吗？原来是，来，咱们试一下。算了，魔法不够啊！啊，我心好累啊！好不容易学会了魔法，发现魔法值不够了，还得走回去。嗯。好在只有两层、啊，哎，效率啊！啊，今天咱们一定要进入那个蘑菇什么彩虹王国，这样回去估计他就会给咱们发通行证了，商人的通行证。那个村子看来都是商人。我说怎么道具店那么多？哎，其实我再升一级啊，可能，哎呀，比 boss 都难打，boss 死的好快。我扔了两发火球啊，刚要扔第三发，那个系统提示我敌人已经不存在，我还不知道他怎么打人啊，绿煤炭。绿的就是会大跳呗，要500块钱了。嘿，哎呀，躲了标坐人脑袋上了。好，咱们找村长去。来。看什么热闹？三个敌人，哦哦，最讨厌的怪啊！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好像又快升级了，我感觉。嗯，暴走完，看来这也是一个机甲。哎，村长，村长，哎，这才对嘛。那上这个道具店看看啊。哦，那他开始卖东西了。看看这给什么啊？谢谢，没了，给点东西啊。唉，那咱们去彩虹之国吧。彩虹之国应该就在右边，打一刀一个。铁面怪有时候能打到人啊，因为它挥动它那个扳子，跟咱们的剑啊长度差不多。啊，又升级了。啊，逃跑在战斗中逃跑只需要两点那个法力点。你是谁？有通讯？有。真是开玩笑。哎，宝箱。金刚丹，金刚丹什么鬼？用了吧？可能是加金那攻击力的，听着。哎，果然加了两点攻击力啊。有个叫史巴拉狗的人一直要说去冰原那边，是吧？
我认识他。公主不见了，刚才还在这里，后来有什么东西出现在她身边？肯定是库巴呀。职业抓公主30年啊。乘过船吗？好高兴，好高兴，这不精神病吗？有病得治，不知道高兴什么鬼。哎，这个保险，我原先是彩虹之国的王子，好争吵，被父亲赶了出来。把谁赶跑啊？力量药水。啊，对，这个国家好像被一个谁给侵占了。可以拿九件物品了哦。啊，小的时候真的没有注意到啊。来，这个屋子锁着吗？需要把钥匙。这什么地方？右边是空房，但不时有动静。哇，不要吓我啊！我胆儿小啊。有没有睡觉的地方啊？哎，你除了呀，卖东西的。嘿嘿，我是小特特诺。什么鬼？啊，特特诺，冰原。啊，史巴拉古是那个什么大师啊，大胡子啊。对，我要找这个地方。哇，这回要30块钱啊。你们有点黑吧。天亮了，还有235点。那咱们在这个什么肯塔斯大草原是甭想混到这么多经验值了。进那个王国里看看。被迫指婚了。行啊行啊行啊，好啊。哇、哦，速成金钱是什么意思？用热水泡出钱来，增强剂。卷轴，这都什么鬼啊？增强剂，咱们用一下啊。啊，体力加3。啊，卷轴呢？哦，不错。那咱们这个觉睡早了吧？啊，这是个花园。啊，国王在这儿。有啊有啊，救救彩虹之国。若是打败了威金顿，彩虹之国的公主将嫁给你。成交。那个二货啊，去冰原。这样，咱们要去冰原啊。还得睡一觉啊，这个数值不满啊，我不爱出门。那存一下，看来这个第一世界啊，这个第一层山界的问题啊，暂时就是解决了。然后咱们要去第二层山界，那这个游戏呢，一共是有7层山界啊。
啊，创界山有七层山界。好，那咱们每天更新一层山界吧。然后咱们明天开始打那个冰原世界啊。今天就给大家录这个堪塔斯大草原。那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呢，可以到大叔的主页或者 QQ 群跟大叔互动。那好，再见。